梦美奇队。是梦美奇队。哦，每期第一句我就躺下了。他们表演的曲目我个人非常喜欢，可以了。我旁边这位也非常喜欢。紧张撑腰。而且他把撑腰这么经典的歌重新做一个改编，我相信他又可以创出另外一个高峰。你是说超越原创的意思吗？是的。 OK， 那我们就看他们如何超越小猪老师。所以就看我们这一组吧。我们是不潮不用花钱。3、2、1，那你觉得你们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好看。谢谢老师选择我们正式的正式美颜。今天站队的时候，我对面站的是傅菁，我其实觉得跟他对一下也可以，因为他跟我风格也很像，对，喜欢的东西也挺像的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掰一下啊。像美琪的话，他个人实力也特别好，他是能力队的第一呀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跟他对战，我们会死得很难看。到底是为什么我要做少女偶像？哎呦喂！屁股。恋爱知道快叫姐妹淘娇。只有两节课就学完了。老师说我们是所有组合里面第一个学完舞蹈的。学的还是蛮快的，就是跳的不好啊。哎，哥们儿，你躺这儿啊。来吧，周雪。就美琪给我们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的看表情，表情不在那儿。然后第二就是，移动作、走位啊，什么时候你会卸下来？因为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我说咱必须得保证咱们的舞台质量，所以我可能会抠的比较严一点。他一直都在尽可能的教我们他的东西。就可以这样了，希望我们能从他身上得到启发，然后自己也能去有一些感觉。受不了那么疲惫了。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个人战，它是一个团队，就这些动作都是他帮我设计的。我那天还就跟美琪讲，我说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。他问我说为什么呀，我说因为我感觉我们的关系变亲密了。我们要不去那边呢，去那边有整体镜子，大家把队形走出来。撑腰在那边。撑腰，我之前看到他们在那里。因为也有了解过他们那一组的情况，觉得他们队特别优秀，而且撑腰那首歌跟我们风格差不多，其实挺担心当时。婷婷，你唱一下。Smart baby, baseline, I'm so far. 哒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哒哒右左手。这么难的舞蹈。弟弟，不要站得太直。弟弟，哒哒哒。弟弟，你下下不要抢拍哈。弟弟，你这跟他们不一样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队长。你下一下，第一个就是头甩甩，好，第二个直接是一个大甩，用力大
一。来擦。我们不做花瓶，我们要拿实力跟大家说话。你们这个秀，我现在打分，我只打50分啊，还不及格，还不及格。来来来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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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来玩扣扣，来来来来，我也不玩，没有心情玩。快点，就是因为没心情才要放松呀。不要哭泣，不要给摄影哥哥每次有人哭就赶紧端着相机跑过来。珊珊大哥每次就是人家在最潮的时候就来拍。我有一次就是在睡觉，然后我就突然醒了，然后发现摄像大哥就对着我的脸，我睡觉把头塞到那柜子里。得罪摄像老师完了，我跟你说，对着你的脸，我跟你讲。老师，你已经拍够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是觉得哭是一件特别累的事情，50分就50分嘛，大不了这不还有2天嘛，我们会让老师看到我们的进步的。来，咱们来唱一次吧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放松的。来，我们来嗨一次。其实她看上去是一个很强势的女生啊，但她其实是有点不自信啊。她第一天我们选人的时候啊，我是第二个选她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好，我来吧。她是可爱的。谢谢选择的我。她觉得自己可能在当时的 CV 里面没有特别的出众，但是我特别喜欢你，不禁。一个队的团魂是什么？就是你的队长，就是你队长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。大家好，我是赵。大家好，我是赵。你来唱。大家好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赵妖俊。我们是赵妖俊。又回到了原来练习生的那种练习的那种繁忙的充实。我觉得团队就是整体，每个人都是一块碎片，加起来拼凑在一起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拼图。这一次有可能是大家最后一次站在舞台上，但是我们不想让大家失望，甚至我们想让大家对我们刮目相看。这辈子都没有想过我能把这么难的舞学下来的，我这两天大腿都练成硬的了，好像没这么努力过，做一件事情除了高考。他们那组可是宣称什么盛世美颜组啊，盛世美颜啊，那我们就是性感天团呢。有请第四组两组选手登台。拉开的时候就是第一眼是看到前面观众嘛，人特别多，密密麻麻，我觉得就是特别兴奋激动，因为是人生中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舞台，这么多人以唱跳团队的形式展现。特别荣幸，我们的对手是全场最棒的一个对手。各位女团创始人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uper Lady，